好，今天这集是幻海名城第几幕了？应该是第八了吧？看一下哦，应该是第八没错，对，第八最后一幕。和前108年，姬时神将离汉宫施宰，于姬时大雪山立石轮宫，欲以石轮仪轨成四间院，维系天目闭合，十四间不复。幽灵化石，实际为何？千年传说风化岁月，大雪山中石轮始动。天目洞开，以甲子为期，乃为度天地之愿，为冥界地。然罗侯双石之将，便是趁天目洞开时机。天目之律，恐已陷于罗侯双石。今其次受人点拨，以之利用天目洞开之机降罗侯城。是以天目不可再依律而开，然天目不开，则世间怨不得度。虽须依石轮仪轨之法，皆引星耀之力，禁锢世间之怨。此事需万莫小心，若不慎，或招致生死逆转，乃至星耀变迁。然而今唯有此法可行，遂于基石立石轮宫，相应。大师，奴家自于田国远道而来，有一问，求您解惑。请问，据说日食为罗侯之炉吞日所造，为何又有说法说这是天目依其律开启之刻？为何又在日食之刻来度世间之怨？三皇创世之约自有其因，我等无需妄多。神与我等之私当不同，是以为神。是啊，所以你们就更改天目开合之律，让世间之怨积攒不得超脱，被其困于石轮仪轨之内。这怨念不得超脱一事，百年后又将成什么样的传说呢？奴家猜，喜就成了日食之刻淡出的不祥之物。或许，但真相如何或并不重要，天下之人只念太平人间。哼，好一个太平人间呀。我石轮宫尊者都将寻一诺，愿不得度，我等亦将常伴，永世不得超脱，不入轮回。便同祭魂转世？非也，神阙宫为挖黄神石，入轮回方为祭魂。我等只将入穹隆地，所施入轮回，魂则燃尽于天地，求度世间怨。是吗？那就先趁着这石轮仪轨还未建好，来看看你们可愿以死度世间怨。这是何物？这怕是世间怨念聚合所生之物。哦，怨念聚合而生，没错，我等愤恨之声遍游世人，然世人之魂入轮回，又将我等从轮回中涤荡而出。如今还要连我等唯一可超脱之路也要封锁，以石轮仪轨将我等禁锢，你们休想。好，
这段竟然不是霍庸跟比你的汉史去击杀霍庸的那段剧情，就是原创剧情。OK， 这边应该就直接硬干上就好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还得电灯。哎呀，我应该要开个动画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七叶真火，这个人，血刃之道。哎呦，啊，光属性的群星聚华。哎呦，这叫神奇流转。打一下，哎呀，打不到。原来是长这样啊！好，啊，分离。还会分离啊？啊，这打不到，不行。电流扩散。尊者的攻击招式还蛮吵的嘛。嗯，可以可以。七叶真火。好，来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要写两万三哦，这么高，可惜啊，不是从天而降。七八八，是从地上冒出来，看一下。可能要放慢动作看，看不太出来。好，这边。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时轮仪轨已被我等附着，来日即便建成，也永不可真正禁锢我等。糟了，现在要如何才好？不动尊者，方才来人想知我等是否愿以死度世间怨，那我此番便从他所愿。不动尊者，那是谛听的意愿。谛听本为度愿而生，不该为不得度化怨念而生的怨所缚，此是我等罪过。天父帝在四时法城明清。我等所见时轮仪轨乃不得已而为之，见谅。等一下，这样就没了。
结束了。哎，还这个还没，哎，这我解过了啊，这我解过了吧？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刚刚那个吧？好，好了，我们第八幕就到这边了，没有，后面没有了，所以知道之后会不会再继续开，不知道。那这个是第三次封测所增加的活动剧情内容，然后不动尊者在汉前108年就出现了。那游戏一开始的不动尊者又是谁？到底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好，我这样还是没有头绪啊。好，大家都这样子的荒海名城剧情第八幕结束，不知道后面还不会出，可能目前就这样子吧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荒海名城的剧情啊。